特别喜欢那些就像电视里看到那些很酷的一些女士，嗯，会一身的功夫，然后自己又很伟大，就是那种伟大的感觉，很帅很酷。可是这个不是男生的一个工作吗？嗯，只要不把自己当弱者，男士女士这个我认为没有什么性别的区分，你认为你能做到就可以做得很好，就这样。你觉得大概以后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以后吧，希望在这里学得更多之后出去，也会想做一个很好的保镖，或者说像他们这里的教官一样去培训我公司的员工，让他们也变得更强大一些，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去怕。